阿姨看看这个衣服，阿姨看看这个衣服，这衣服好看哈。要什么？等长大再买。这书包太大了，你背不了。我们来到大城市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来逛奢侈品店了。啊，奢侈品店干啥？但是地方找不着，不知道。跟着人家赌吧，咱先上二楼看看吧。再跟着人家。哎呦，不能上，不能上。哎哎，就跟上面看看就行了。啊啊，就跟着看看啊。当时学的时候，老师特意说这个店是吗？避风塘啊，这名好像挺有名的，有名的啊，我一点不知道。说这个拉面店有名吗？不知道。好，这个哎呀，好漂亮啊！哎呀，我们点了个石锅拌饭。你看，黑眼圈已经开始吃了呢。嗯，哎呀。怎么样，味道行？这饺子好吃，好吃呢。筷子往下点，俺闺女拿筷子拿了老么远。高咱老家的说法是，拿的远离一点。哎哎，对，近着点，太远了不行，夹不上来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连饭都可以夹上来了啊！真棒，好棒。嗨，啊，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，卡哇伊呢？卡哇伊呢？哇哇！这姐还记得我上次，这是西铁城的品牌，上次来买手表的时候，这姐那次没发现我是网红，今天来说我是网红，我说我暴露了。这姐说天天看我视频啊。西铁城的手表啊，看好这几款了，想从这里边选选啊。我觉得这一款挺特别的。俺来这地方也不知道逛啥，你说哈？俺给那个房东发手表看了一半天，没选择合适的，要不表盘小，要不表盘大哈，要不就不女人，要不就有点太中性了哈，要不女人的表就太小了。这啥牌子了 ？V A N S， 啊 ，V A N S， 还是这是品牌还是不？应该是品牌吧，应该是啊。啊。没有合适的鞋，给黑眼圈买双鞋。看看这鞋慢慢脚脚都大了，脚长孩子脚长了快，鞋动不动就小了。嗯，他这小鞋穿的好。嗯，我觉得他这个还是这个牌子的鞋穿的得劲儿。手拉手，哎呀，手拉手，这一天会熟了，这熟了，可以领走了，拐走了。嗯，晚上跟着阿姨住吧，阿妈妈休息休息。刚才玉姐这两个姐也是中国人，也是看到我的视频了哈。说我本人比视频好看，我好像第一次听着说我本人比视频好看。说我本人没有视频里边胖，你说现在我本人还好一些吧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谢谢这两个姐，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。就来上这个牌看看哈，就瞎逛啊，也没有目的。哎呀，这小朋友的衣服呢啊，这品牌还有小孩子穿的，有大人穿的，有小孩子穿的啊。哇，这多钱一件啊？这是打折的，这是卫衣。这个男的后边你看那个外套也挺好看的哈，那格子的外套哈，就那个卫衣搭配起来这样好看哈。这个好看哈，那是个衬衣是不是？不，是个棉衣吗？哦，那个衣服是不是也得10000块？这个哈，这晚上真漂亮，这里那儿。这是个什么品牌？有没有认识的？咱也不认识，咱也不知道哈。嗯。哇，嗯，这里边全是，怎么弄的这种架子？这架子可挺结实的哈，风格不一样哈。这买玉就是贵哈，26000。看着哪个都好看，这是要买的话，我不知道买哪个。他自己光你试衣间去了，嗯。哎呀，你给我选的不错呀，这一套搭上还挺好看。帮阿姨选选哈，看看哪个漂亮。这小衣服也好看，就是不是啥太深了，啊，好、啊，你别动哈，看看就行哈，啊，看看，啊，给阿姨又选了这么一件衣服，哎呀，这个是好看啊，阿姨快过来看看了，哎，快，阿姨过来看看，黑眼圈给你选了一件衣服，阿姨看看这个衣服，阿姨选了个什么衣服？看看这个衣服，啊、你给我选这衣服好看哈，你给我选了，我发现蕾丝的，啊，好看呢、啊，这裙子好看呀，这是个裙子，来一条吧，阿姨。好看啊，那、啊、有黑色的呢，还。哦，哎呀，你给我选的全是裙子。阿姨，还是俺闺女还是挺知道什么叫裙子的哈。嗯、啊，好看呀，好看呢。
好看呢。啊，虾啊，你可别等木头啊。哎，这个好看，我感觉，这个啊，这个好看啊，我也喜欢这种风格。嗯，一个，你看看就行，咱不买，等你长大，妈妈给你买。现在太小了，这个书包大，你背不了。背不了。要什么？等长大再买。这书包太大了，你背不了。咦，什么的太大了，背不了。选的都特别卡，哎呦！看看就行了，看完了就给你放回家。好看完了放哪儿行了？给你阿姨放哪儿？行了。啊，别给你弄地下，好，快快挂起来吧，别给你弄坏了哈，弄坏了阿姨生气了。好，行了，走吧，好不好？这小裙子也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我们从那个奢侈品牌的地方回来了，然后在我们这附近这儿吃一个饭吧，少吃点饭。谢谢。好，上里边去，那你在里边。快去吃披萨吧，热乎着好吃。你也尝尝这个面条，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哈，好吃吧？啊，让阿姨尝尝。你说阿姨快尝尝吧。尝尝。阿姨尝尝啊，阿姨尝尝意大利面好不好吃啊？你说这老伙计，长这么大可能晕车了，给我吐车上去了。哎妈，真的是第一次。阿姨，我碰上了。那，哎，我的妈呀，给我车吐的，你啥不知道一样行了。你要带带吗？哗哗吐啊！阿姨拜拜，阿姨拜拜。我们下次，我们下次还和阿姨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哈，阿姨要回家睡觉了哈。回家了，拜拜。那样子不大舍得阿姨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跟阿姨拜拜，拜拜。哎，面无表情，不大舍得。阿姨拜拜吧，改天有时间我们还和阿姨一起玩哈，好不好？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我们到家了。早上9点走了，晚上9:48回来了。从早上到晚上转悠一天，我闺女这家伙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晕车了哈。爸爸，爸爸睡觉了哈。那个，就走之前呢，喝了点水。结果呢，在路上吧，他不愿意坐那个他自己的小座椅，长这么大一直坐着他那个什么儿童座椅。弄好了。这今天不愿意坐，因为有阿姨在呀。让阿姨抱着，就这么抱着，可能，路上转晃悠，一下车就到了吃饭的地方，停下车之后，一下车站起来就，全吐出来，晕车。在路上，会哼唧了两声吧，说砰砰一踏，那时候可能就是已经是有晕车的症状吧，就抱着。跟那个姿势跟自己坐的姿势不一样，改变了，估计是啊，唰唰吐，哎妈呀，我们不一卷纸抽，基本上快用完了，吐了，你去吃饭都没有食欲。哎，今天虽然去转悠，了了一个心思，这是我以前答应过人家那个房东嘛，说那我买房的房东嘛，答应人家说，要是看见手表什么的，妈妈买个手表啊，今天去看了，没有喜欢的，那以后再说吧哈。哎呀，这一脱下来了，哎呀。好，我再把裤子脱下来啊，裤子也脏了，裤子都吐了个嘛，有那个口水上边。对，哎呀，还知道一条一条脱呢哈，哎呀，啊对，就把外边这条脱，还穿在里边就行。那洗完澡了，我们看这嘴巴上又摔倒了哈，今天又摔倒了，今天，这小闺女今天又受伤了，把这地方碰破皮了。在那个地方溜达玩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全是人家那种宠物狗啊，哎呀，小的大的都可爱的，光看见狗去了，眼睛光看着狗去了，肯定他那个脚没抬起来，弄到缝里边，一下摔倒了，一下把这地方给磨破皮了，又受伤了哈，前一点时间就摔倒了，把这个地方给磨破皮了哈，也是没看见不看，眼看着天底下不看路，摔成那个样子。海苔啊，给大家看看海苔，好，来弄一包，那你快点吧，吃完了赶快上去睡觉。在那个地方也是晕车晕的，在饭店里边，最后吃那面条没怎么吃多少，你是晕车晕的，没有食欲，吃不进去，这回来又得吃点了。买了海苔，好吃吧哈，等海苔吃完，妈妈给你买啊。好，你快点吃吧哈。